哎呀，你前面打的差，先喷你再说啊！我们被杀，对面打野有来，我们打野没来，先闪他灯再说啊！先皮皮是不是 ？OK。干嘛？中路乱打野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就玩你的法师啊！刀锋是家人 ban 啊！大部分欧米家都把自己当凯撒，如果保射手。他最好给我在对面吃爆他啊，又是罗尔刚刚那个吧，管他了，拿回人吧。为什么我 IG 发五分管理员妹妹的照片他那个赞数这么高，可恶，我发现每次的合照那个赞都很高，这样不行，太真实了。是的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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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，又来了是不是？自己这么打这么冲，不要乱好不好，大哥？啊，先这个避平一下。那、啊、等一下说，都袭我中兵，啊、大不了 我不要去中。好、啊，他死掉，啊、打野都不来帮、啊，我该怎么办？得先避平他，打自己的中兵造袭。多人欸，第一梗是先到啊 ，QQ。嗯，战龙，战龙。他自杀欸，他自杀欸。无人敌的无，无人，无人，好，拜拜。中兵又不要了，是不是？我要洗了。好，然后等下先要闪我了吗？打野吃中兵还不做事，我先打个预防针啊。这个预防针打了之后，吼。等一下我们被闪灯就没什么感觉，我们先给自己 建立一些这个心墙。还要开始，要开始，请求打野帮忙，请求打野帮忙，都行走在大招还在冷却中，那土木怎么在这捞一下，捞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啊你啊喂，啊魔法，嘿嘿，顶住，过了，舒服，上路被单杀，请求打野帮忙，没，上路没有，先回，我自己来啊，状态不好。新年快乐！不觉得奎伦很像兵长吗？不觉得天才很像天才吗？是小张吗？对啊，现在1610几分吧，台湾排名100多名。瑞克好凶啊！只看成败。哎、欸，先吃冰，先吃冰，可以了吧？要闪火灯啊，就先推塔嘛，我知道。希尔刚复活，他们的蓝区感觉有点危险。哎哎哎，三个漏头，
再吃一波兵。哎呀，死人吃哎！好了，因为你刚才吃蓝了、啊。如果我是他，我也会吃蓝。假的，对面还要打，对面在打，我不客气哦。因为你刚才吃小龙，没有哎、欸。他跑去哪？中路。啊，我们就可以压上了。先骗骗他，无敌开完收掉大绝开启，有没有人？没有人，我们家不是人，撤退，让我们经济就滚起来了、啊、所以前面队友打灯你就不要理他，打灯就给他打，对不对？变个招拉掉凯撒，好像要刷新嘞、欸。这个传说对决是一款非常写实的游戏啊！哎呀，你前面打的差，先喷你再说啊！我们被杀，对面打野有来，我们打野没来，先闪他灯再说啊！然后打到最后赢了，哎，没事啊，输了啊，喷爆他，检举他，大多都是这样啊。所以嘞，那我们玩游戏啊，我们要淡定啊，知道吗？自然心啊，不能有情绪起伏，这样我们才去玩游戏啊。哎呀，哈哈，然后这个心境啊，他就自然玩得很好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哎呀，没事。哦，可以啊，龙马。推推推推推推上啊！推上，推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们剩一个爷爷。啊哈！啊！我刚才应该往左边走，可恶！要钻到一个 shutdown。好，中推掉了，漂亮啊，龙马哥。他真的很皮耶、欸，蓝字也很皮耶、欸，被抓到了。哇，我已经隐身了，还被他贴到底啊！可恶啊！但是这波一换二不亏，哎呀，再打齐了，一换三削，再杀一个老爷，一换四削爆啊！完美完美，哎，我们这个毕竟是一个五对五的团队游戏啊，我们这其实啊，会战的结果是最重要的，那、啊、过程啊，过程就是你吸了多少招，啊、你刚看到了吗？对面基本上啊，那个很多招数都丢在我身上啊，他们就没招了，然后就赢了。那总结来说，就前面队友打你灯什么啊，不要理他，那个遮屏就好了，这也是一种玩法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是真的想要爬分的话，你就不用理他那些垃圾话或者他要说什么，反正你也看不到。看不到就不会被影响，是吧？罢工是不是？啊，有了！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结果那一把才加八分啊！哦，古墓怎么是刚刚那个涛米加、啊？我还给他赞。啊，西巴！好了，就是这样了。